我们在一起3年多了，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自己创业，自己做生意，后来我们来到济南之后，他就把之前的店铺转让了，然后在济南大概1年都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。陪他来济南了，我特别不适应，我的状态极差，那段时间看他挺累，我也挺着急，挺心疼的。后来他的工作刚刚稳定，他又说又想自己创业，这样我挺不能接受的。现在有一个机会，我想自己再创次业，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，特别的不同意。那段时间其实我挺生气的，看到他这样我心里特别着急，我还是希望我们两个能有一个稳定的生活。我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，他把这事情闹得这么大，我这完全是为了他，也希望他能够理解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叶26岁，来自山东，饭店经理，有请小叶。女嘉宾小杨23岁，来自黑龙江，是一名职员，有请小杨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你们俩在哪儿生活呀？济南。都在济南生活？对，都在济南。你是在那儿读书？我是在济南上大学，然后直接毕业了，在那边工作。就留下来了。对，跟他有关系吗？有啊。咋认识的？因为我在上大学，他在大学城附近自己开了一家麻辣烫店。然后我就去吃饭，后来我问他，我说你这边要兼职吗？我本来想大学的时候打一份兼职，然后也有一点额外的收入，然后他说你能干得了吗？我这边活又脏又累的，大学城人也挺多的。我说那你试试呗，然后他就让我去做了。给他留下之后，我看小姑娘挺好的，完事干活啥挺细心，后来我就追她了。就我也能感受到，我感冒发烧啊，他就去给我买药，然后平时还自己就是在店里炒菜给我吃。然后后来我们大学，就因为我要出去实习嘛，然后我是学外语的，我当时是申请，然后进了一个出国班，我就一心想着是出国的。后来遇到他了之后，我本来想两个人本来异地就很难接受，然后这样异国的话可能更长时间，2年之内都见不到，然后两个人肯定就没有结果了。后来我就放弃了出国的机会。然后吧，我们学校也是，就是如果不出国的话，留在学校跟着学校去实习是走3个城市，就北京、上海和三亚。哎呀，真不错，你们学校。是，我也觉得不错，但后来也是因为他啊，然后我想出去了之后不在济南，我们两个还是分开啊。然后我就跟学校老师打申请，我就申请自主实习，然后就想留在济南，后来就通过了，就在济南实习了。哦，爱情多伟大啊，放弃了一切啊。我也放弃了。我把店转了，盘出去之后陪他一块来的济南。你是把店转了，转了之后钱呢？钱拿去投资了，结果都没跟我商量。投资不还是在张求投资吗？他说了，我出去实习的时候就陪我去济南，然后他偷摸的把钱转店的钱拿去在张求投资啊，然后做餐饮。后来人家钱也没了，店也没了，被人骗了就。那不也用了吗？啊，你还说要钱的事儿呢？我陪他去要钱，要了2次，去一次给1000，去一次给1000，结果就给了2次，5万块钱就给了2000，然后人就跑了，就再也找不着了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带你来济南吗？来济南，然后我以为他能在济南就是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，结果他就是这一年就是这边干2天，那边干2天，就是没有一直没有固定的地方工作，然后也没有固定收入。他就是可能。当时自己开店，自己当老板，然后后来又觉得给别人打工就有点好高骛远的。那不是好高骛远，我是不得劲呗，给别人打工，要不工作不合适，找不合适，要不人家相不中我。怎么就不合适呢？什么？你的工作那么多，你就不能找一份安稳的工作先做着吗？那创业那钱不挺好？创业那种多好。我就是因为创业这事来的，创业都让人坑一次了，然后本来现在有个稳定的工作，他又想回去创业。你创呗。关键现在没本钱啊，如果创业失败了，不都赔进去了，还是一无所有啊。